先生，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穆里阿斯蒂，我今年39岁，我姓回教，我高中毕业，我的身高149公分，我的体重70公斤，我有3个兄弟姐妹，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我有第一个。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女孩子，10几岁。我不吃猪肉，但是我会做猪肉，我会照顾 baby，照顾小朋友，照顾老人家，扫地、拖地、煮菜、买菜、煮饭、煮稀饭，还有煮汤。我已经700万工作4年了，第一个2005到2008，我又超过阿公80岁。第二个2009到2012，我又超过小朋友3岁。第三次2012到2017，我又超过阿公70岁。就这说完了，谢谢。